每一年我们都在这里办理我们全县的义民祭，每一年看到长者啊在这里真的蛮热的。可是呢，每一年我们请示义民堂的义民雅雅，义民雅雅说对，就要在这里。花莲县有三分之一人口为客家族群，在13个乡镇市中有8个属于客家庄，是东部客家大县。为传承客家文化，缅怀义民先人保家卫国的应景精神及执着毅力，花莲县政府于1999年成立客家事务处，隔年更从新竹义民总堂分灵到花莲成立义民堂，成为花莲县所有客家乡亲的信仰重地及基地。这个每一年都举办我们的义民祭，为的是感怀我们的先人，这个跨越黑水沟来到了台湾，而花莲更是客家乡亲二次移民甚至三次移民的移民县，有的从我们的这个桃竹苗来，有的更从其他的县市移民，这个翻山越岭或者是从海县来到了花莲，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义民节活动是客家非常重要的信仰，而花莲县北中南都有重要的义民庙及义民亭，为各乡镇的客家信仰中心。透过传统宗教信仰，将原来固有的节庆及仪式都融入到客家的生活步调里面。信仰啊，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民文化，所以通常我们的文化都是从信仰的宗庙开始，所以无论是客家的我们信仰中心义民庙，或者是我们的五谷宫，甚至是我们三山国王庙、八公庙，都是我们这客家乡亲啊从小拜到大，而且礼敬到大的，结合成我们的链状、我们的带状的整个生活文化，把它串联起来，而再到我们的经济产业之后，再结合我们的地方创生。希望我们的年轻的客家世代能够留在花莲，能够将我们的经济产业、文创能够结合进来。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工作就是要推动客家语言，包括像客家的流行音乐，我们也把它融入到我们推动的工作项目，利用客家的流行音乐来感染年轻人，我们让年轻人对客家文化其实它是很现代化的，非常生活化、文学化的。花莲县政府对于客家文化的保存及客家技艺传承相当重视，客家语言推行更是重点政策。除了将活泼生动的网络媒体及智慧 AR 科技融入客语的教学与传播应用，更让客语新传师进入校园，教育孩子读客语、学客语。我们的客家的长辈是我们智慧的传承，更是我们语言最好最好的导师，尤其他的生活智慧可以拾起他这个儿时的记忆，或者是他带领他的孩子以及孙子来投入我们客家歌谣以及山歌，或者是我们客家语的这个学习。从去年开始，我们也推出客家的杂志，把客家的诗人、客家的艺术家、客家的新传师都有非常丰富的作品下来，那这一些都是典范，把这些艺术的创作、诗人、文学家在客家文化的贡献，我们把它编在杂志里面。那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要来把客家文化的拓研计划拍摄这些长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遗饭，我们把它做成影像档，要在网络里面传播，来把它留存下来。透过现代化技巧的包装，花莲的客庄生活充满阳光与活力，传统的客家文化增添活泼与创意，而观光客感受到的更是花莲客家族群灿烂又多彩多姿的生命力。其实在花莲有非常浓厚的客家文化，那让这一些乡亲的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都要记住花莲他们的生活，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点点滴滴传承下去，
花莲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更有客家文化小旅行，还有我们很多的客家这个文创，希望我们分享花莲的美好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而我身后的这些都是我们对于我们文化传承以及政策的推动最大的靠山以及最大的推手，所以真为要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谢谢。